这么震撼人心的老六巅峰之作剧情片，你确定你见过？没想到人人憎恨的老六竟然充当起了所谓海岛的勇士。此视频转至天博，废话不多说，发车。弟兄们，金世本的大部队已被歼灭，现在搜寻整个海岛，彻底消灭他们的参与力量。中他们呢！你们把你炸上天，对着太阳肩并肩。报告团长，一号队伍完成任务。团长，团长，敌人要渡海逃跑了，快追他们！有打，使劲的打！我们给他们来一个快乐加倍吧。双份快乐。继续全地图行赏，金翅膀的参与部队收到。他们分量太高了，打不中他们。大家一定要把金翅膀的队伍全部消灭，把他们赶出海岛，给我炸他们！是啊，我们去死吧！儿子，老爸，前方展示失地，高资源区被偷袭。这边的孵化塔已被关闭，快从你那边开启孵化塔，待命支援。收到，老爸。快，速度一点，上车，快上车！别等手了，讲了，上车。老爸现在有危险，大家赶紧增援，我们要快速汇合，一起打败那些老六。那群老六敢跟我作对，我可是。团长，团长，发现金翅膀的部队正在大量的集结。开始行动，弟兄们，都给我上！准备，开炮！右方有老六的飞机，打他们！打，我打！团长，我们被击中了！打死又回来了！弟兄们，不要放过他们！给我打！所有的火箭筒准备，开炮！炸个痛快吧！来了，老弟。哟，这么巧啊！赶紧给我跑！爸爸，爸爸，还不还我？哎呀，我倒了，你们不要管我，快继续打！你们什么杂技啊？滚滚！老五，我们已经完成任务了。你那边情况怎么样？哟，你们卡哪快呀、啊？快，你们有我快吗？哟，你们有我快呀、啊！今晚请你吃宵夜，给我快点打！哇呼！这群老六还是吃宵夜？好厉害！下来，兄弟们，老五，那好，我的队完成任务。别让他们过桥，给我炸！我不要了！发现机场网的队伍，大家准备，给我打！怎么上一天？李老六，走！
大家打得不错，非常的专业。没想到普普通通的一个游戏硬是被你拍成了电影的感觉，这他喵的才是真正的视觉盛宴吧。我靠，牛逼！